瑶瑶，嗯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坐这儿吧。 瑶瑶，嗯，我喜欢你。马上我就要回去了，那我陪你一起走。你陪我回去干嘛呀？ 我可没精力照顾你。可是，雨林就是这样的，说过去就过去了。等这一阵风过去了，你再回来。游戏啊，咱们这次回去啊，首先跟张总啊好好道个歉，态度诚恳一点啊，稿子我都帮你写好了。 然后就是找个时间啊，挨个啊去拜访一下广告商，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。然后就是那个，哎，教授，我叫 Maury。哦，猫，叔找你有点事儿啊。猫是吧？Maury。哦哦，Maury，难怪你喜欢吃红烧鱼呢，糖醋鱼啊，糖醋鱼，糖醋鱼。 那我回去了，如熙。 注意安全，啊！